它是一只欧亚野猪，而且是一个雄性的啊野猪，而且呢感觉到它的这个体重也比较大，应该是在150斤左右，而且呢它的是一只流浪个体。流浪个体的意思呢就是被它的家族中啊驱离出去，然后让它找自己的家庭、自己的领地、自己的地盘，所以这种野猪呢更加的危险。所以呢我们见到野猪呢一定要尽量的离开它的视线，保证足够的这样的距离，希望广大的市民啊一定做好防范。